大家好，我是走遍中国300个城市的车牌旅行。我现在的位置是在甘肃兰州，这是一列从呼和浩特到成都的快195次列车。这列车现在朝着兰州火车站开去，在兰州站接上兰州的小伙伴以后，它还会回来，还会经过现在这个地方，因为这个地方是个 Y 字形的铁道口。现在火车是从呼和浩特方向朝兰州站开去，一会儿在兰州站换个向，然后原路返回，经过现在这里，在这儿分岔朝成都方向开去。我们一会儿到对面去等他，还会看见他。他来了，车头已经不是刚才的西红柿了，换成了韶山七翼。这一列韶山七翼中途不会再换车头了，他会直接牵引这列车到成都，但是好像在广元站会换司机。别问我为什么知道，因为我来兰州就是坐的这趟车，在广元亲眼看见过他们换司机。这一列是从成都到西宁的动769次列车，用的是绿巨人。以前我以为绿巨人不跨省，来兰州以后才知道原来绿巨人会跨省。这一列是从贵阳北到兰州的动808次列车，还是绿巨人。看这速度，司机应该是把油门踩到底了吧。